Hello， 大家好，我是右夏。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非常好看的石膏胶款式。首先我用到的是四色冰淇淋的01号，薄薄的打了两遍底，分别照灯。然后中指的话呢，我用到的是乳白色，涂了两遍照灯。然后咱们拿出咱们高密度的铂金膏，用这个斜头笔来给它画一个法式。这个铂金膏啊是不流动的，它特别的亮，比那个照了灯的晶石猫眼还要亮。然后接下来我上了一个擦风层，照灯擦掉浮胶，因为咱们这石膏胶是免洗的嘛，所以说咱们最后不用封层了啊，固定上小珍珠。然后咱们小拇指也是啊，用这个高密度的铂金膏勾了边框，然后其他手指同样用了石膏胶，所以说先封了层，然后咱们在这个假面上呢画出这个无斑花然后画了这个立体的小这个蝴蝶结，这种抽象的咱们就自由发挥就好了啊。然后咱们画好以后呢，咱们照灯，再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呢给花心处画了几个，就是说这个粘了几个小钻啊。粘好以后咱们注意要给它照灯包边，最后封层。学会了吗？我是游夏，记得给我小心心哦，么么哒。